我就是玉树临风、风度翩翩、拥有绝对美丽的彩玉少爷。总监，你的面膜。服装周的事儿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收摊，大家明天见。冠名播出的全明星待机互动节目年代秀，首先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主场战队的嘉宾，欢迎他们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各花入各眼，比如说啊，美或真善萌，你总要占一样。哎，我都占了。如果你实在是太丑，我是说，如果你实在是一样都没有，那就多读书。不不不，其实如果要是真丑的话，就不是多读书，哎，是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，拿你的丑赌你的人生嘛。我们这边除了一个文化水平低点，其他人文化水平。莎莎嘛，哎呀，上次刘同那个孤独，你看，就你这样就知道。对不起，见笑了，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莎莎，就你这样，我知道，怎么也是小学毕业了。没有，除了现在还看书之外。负责还是美美的，有美美的，好吧？哎，这是我们主队的一个风格哈，我们的客队，也就是你们的对手，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？我们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客队出场，有请风言吴映洁、陈慧娴，请大家打一个招呼吧。每个人说一个 hello 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宗丰岩。哎，欢迎宗丰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吴映洁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伟。掌声再次欢迎我们的客队嘉宾，请入座，请入座，请入座。好 ，OK， 你们是客队，是我们今天年代秀的客人。那告诉你们的朋友，同时也是你们的对手，他们已经形成风格了，他们是萌萌哒。那我们的客队到底怎么样？我们有。你们有什么？你看，我们有两个在古剑奇谭里面的美男子。Yes。然后呢，我还是在不一样的美男子里面的美女子。啊。这两个美加起来就是美美哒。这个吴映洁同学是个比较鬼鬼嘛，鬼鬼最近有两部热播剧，叫做《不一样的美男子》和《深圳合租记》。来，先来领略一下鬼鬼的风采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。